鱼放了啊。熬了熬了熟了，熟了一道。小不点，小不点，小不点来了，小不点。四斤嘞，呵呵，紧到我做吗？啊，不能这样，呵呵，没动。那后劲也干不来，都是两斤的，两斤的。来了，哦，哎。
哎，吃八斤，吃八斤，八斤以上了，八斤八斤，收您了。哇哇哇哇！下五米嘞，到了到了，前导线到了啊！哦呀，哎，哦，哎呀，大家伙大家伙，双钩啊，双钩鲶鱼钓组哦，鲶鱼钓组双钩啊。好，31米了。那都还蹦着开呢，我还蹦着开呢。
哎，迟暮雨。哦呀！主要就是这步啊，为什么主要是？他的直升机照，速度修复。哦，播下了啊！请问我们是谁？大师是来的。对。自家修明是前路。哎，送一点高的。八斤你的。八斤你的，八点哦。小米鱼，小米鱼啊，八点啊。来来来，干大米鱼。大米鱼6.8。哎呀分工哦，分工。好了，现在回家了。这里卖掉多少了？20斤鱼，大大小小应该，大大小小嘛，50块钱一斤哦。大的米鱼嘛，80多，小米鱼嘛50-60，鲈鱼40左右哦。好了啊、哦，视频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哦，感谢大家观看，拜拜。